送给大家小城故事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我们大家有喜欢的，我们关注点上啊，关注点上，我们把点赞也点起来，点赞不要停啊。有点梦回大唐的感觉。能不放音乐台吗？放着音乐更好听一点。为什么我们不放音乐台呢？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。西子即将从川音的民乐系毕业啊！我们大家有喜欢西子、喜欢古筝的，我们把点赞点起来，不，把关注点起来。我们关注点一点啊！也辛苦大家点赞了。我们下面来一首《偏偏喜欢你》，谢谢灯牌哦。
谢谢我们童年。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。好，谢谢我们善恶随心。大家疯狂的扣七七七，以为是什么？谢谢我们六七啊，谢谢我们六七，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啊！西子即将从川音的民乐系毕业，我们大家有喜欢西子的，我们可以点点关注，然后支持一下西子。下面来一首《情诗》。相机啊，相机。
首《情诗》送给大家。《情诗》这个曲子啊，它特别有意思，它讲述了我们叛乱之后啊，女子就要被带回宫里面去当宫婢，男子就要被带回去当内奸。但是呢，有一名年轻的男子，他的身后背了一把桐木琴，就是因为他这把琴，最后被我们的君王召回去当了他的琴师啊，就是因为他背上背的这把琴。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。十面埋伏啊，我们十面埋伏，我们家人们，我们今天把我们点赞点起来好吗？我们把点赞点到150,000，我们来首十面埋伏吧。我们点赞点到150,000，我们来一首。下面来一首《蜀绣》啊。撸起袖子来点赞了，一首《蜀绣》送给大家。
首《蜀绣》送给大家。《蜀绣》这个曲，它是我们李宇春啊，为了宣传四川的这个蜀绣文化，唱的一首歌啊，专门找了郭敬明填的词。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啊，大家上午好。我们喜欢西子的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上，每天早上10点半啊，西子会在直播间给大家弹曲儿听。小西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们点赞点起来，我们点赞不要停哦，不是小孩子了。我们下面来一首《水墨兰亭》啊。欢迎洛河啊，洛河什么时候来的呀？《水墨兰亭》送给大家。